TVB 又失去一员猛将。据港媒报道，王祖蓝辞去 TVB 首席创意官一职，正式离开 TVB。 王祖蓝离职疑似与钟嘉欣落选事后一事有关。此前有爆料称，王祖蓝特地邀请钟嘉欣回港参加 TVB 颁奖礼，还拿奖项作为理由，但钟嘉欣最终只获得马来西亚最喜爱 TVB 女主，因此王祖蓝被传出与 TVB 高层乐意宁等人反目，最后离职北上发展。TVB 掌舵人徐涛亲自挽留王祖蓝，但并未成功。面对外界疑问，王祖蓝用"真人火"三字回应，侧面证实确实和 TVB 有矛盾。2021年，王祖蓝正式出任 TVB 首席创意官，并打造出多档综艺节目，成绩有目共睹。短短一年时间便以离职告终，确实有些可惜。对此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你住哪一座？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花事太多，自尊与抱怨跌堕，纵是能自讨，我未曾获得过面子，我为何？